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。不得不说，王一博的生日来了，绝对是粉丝福利大开放的时候。众所周知，王一博的生日是8月5日，85号摩托车手早就成了许多人对其印象深刻的标志。作为当下炙手可热的代言人，各方的代言商对其的喜爱程度也是不言而喻的，各大品牌集体放福利，果然是梦幻联动的节奏。王一博的生日未到，祝福先行了。首先呢，作为滑板运动的推广大使，当下正值东京奥运会期间，中国的滑板运动正好也在8月4号、5号期间参加比赛。同时呢，中国滑板国家队对于这个代言人更是关心备至，卡点了08:05时间点，给王一博提前送上了生日的祝福。不愧是来自官方的祝福，这份简单的介绍，实力宠爱有加了。以榜样的力量发挥引领作用，以热爱光芒照耀远方。不得不说，王一博的幸运源于对热爱的执着与追求，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他的光芒，被这份光芒而吸引。其次呢，有一位金主爸爸出手了，直接送红包福利，更是卡点了08:05，一早就送了大大红包，晚上继续送起来。那就是王一博代言的红米手机啊。这个有心之举可谓是生日未到，福利加倍，更多的惊喜呢还会持续送三天，各位小伙伴们可以等。好了，你以为这就够了吗？怎么可能呢？还有各种的应援活动呢，王一博的生日必然是粉丝的福利专场啊。毕竟最大的消费群体就是王一博的粉丝，各位金主爸爸们怎么会不清楚这一点呢？最后提及的就是专属盖章的酷格版。奥迪英杰会出手的专属定制款汽车了。8月3日这天，奥迪汽车推出了王一博专属签名专属 C 柱盖板车型 Q2L。 只能说这个还是相当有分量的一份福利待遇了。特意看了一下，确实有王一博的专属签名。只能说摩托姐姐们果然是高奢的消费，看了一下报价不低，只能看一眼的节奏了。除了这些之外，相比最大的惊喜应该还会在后面，毕竟咱们的小作精来一份，冠名了王一博所参与的综艺这就是街舞四，自然也会是一波作精福利待遇。相信王一博的生日必然是别开生面的一场盛宴。同时呢，我们还需要说一下的是，生日在即了，请各位小伙伴们带着娱乐的心态去看待就好。王一博的宣发小报在此之前也呼吁粉丝们理性追星，多做一些对社会有正向意义的事情。同时呢，各地的后援会也纷纷表示，通过各种的公益活动为王一博的生日送一份真正有价值的礼物。追星的同时，让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社会价值观，最重要的是它给我们的生活增添更多有正向能量的输入，这才是最好的价值所在。无论内娱纷纷扰扰，各家 idol 塌房片片，实力跟人品才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。每个人的价值审美不同，请保持一颗理性的心态去追星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。